大娘人，啊，搜单没有做点题的，爬楼梯。成哥，你知道刚才大娘给我说啥不？嗯。伢都开，伢都交卷了，恁这还没开始写嘞，填满了这心里。我笑死我了，他说的就是伢都交卷了，他还没开始写嘞。大娘，要有信心，今天一定生。今天一定生。超哥进不来，搁那有信心的了哈。今天我们来的时候就给自己打了一股气，今天一定生。笑死我了，大娘说的，今天必须生。我们一样，就是那种以前那种人那种思想，就认为孩子来了以后就身上都是白啥的，就说老人的那个思想就说呀，他不好，然后穿着白。说的这跟瑜伽老师都混熟了，这还没等你。我们小老哥，我把腰椎往上踢，拉长，然后教我们。像蹬枪一样往外蹬，他你看那个腰椎不能这儿一直绷着，拉长。你一拉长，你脚后跟蹬得很稳。你不能一直在蹬，在这儿的时候，你脚后跟没办法往上蹬。今天还没准备留下来，今天这个肿了厉害。这是吧？往前。一会儿。对。演一会儿。对，我也是这儿。演一会儿。呀。哎呀。就一年了，你看人家都看起来小，还小吧？我九零年了，啊是九二年的。他休息不好，天天一两点才睡着了。这种感觉是，我要是天天这样，他这肩一耷拉，我就好像40岁了。对吧？你也是，走的你也是41周，你也是41周，就是、你都坐这儿已经不动了。行为是咱俩一块儿来，他能和我。你俩一份儿生正好。明天不用来了，今天又是失望的一天。信心满满的来了。走吧。呀。到各屋送人。啊。今天刚巧了，人家正好是瑜伽课，要不然人家不教。嗯，一会儿也不让人家坐电梯，必须坐走楼梯。明天都打那个催他药来着。明天。